为了对刑篇的刑进行全面认识和应用，在战争中如何顺无形是作战艺术中最高境界。我们再用守、保、道、算四个字展开解读和鉴赏前，我们首先要对刑的含义及刑能与我无形具体内涵进行解读。刑，古人说刑而上之谓之道，刑而下之谓之器。道是无体之名，刑是有知之身。什么意思呢？所谓的刑而上者谓之道，是说道是无体之名，刑是有知之身，即刑由道而生，道在刑之上，刑在道之下。所以道是灵魂感觉的东西，是万事万物生命存在发展的趋势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可以感觉到它有没有战斗力。接着行下之谓之器，表示万事万物外在形体结构和结构的形状，这是打败对方找到对方软肋的关键环节。接着行能，行能就是行乃谓之器，意思说通过对方现行，我们可以做到行者擒之助也，胜败之争也，见其擒得其擒，得其擒则得其自知之法。这是对对方而言。而我方要无形，白战奇诺认为方与敌作战，若皮众多则失虚形以分其势，皮不敢不分明以备我，敌势既分其兵必寡，我专为一其足至终，以众击寡，无有不胜。兵曰：“行能而无形。”所以《孙子兵法》实际上在虚篇中也提到，通过行可以视行获敌，故行兵之计至于无形，无形则身先不能归，智者不能谋，因行而错胜于众，众不能知，人借之我所以胜之情，而莫知吾所以自胜之情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循无穷。请看无形的典型战例，诸葛亮的空城计视频。妙啊！